尊敬的奶奶，今天呢听说你是你的生日啊，那么我要祝愿奶奶在今后的岁里呢能够福如东海，长长流水，寿比南山，不老轻松。今天嘉明呢特别委托我要给奶奶带来一首歌，前面是用这个陶笛吹的啊，后边是给你唱，是一首什么歌呢？赵本山老师演唱的一首歌，叫《月牙小乐曲》，是这个《乡村爱情》啊，这个一首片头曲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把这首歌带给奶奶，让奶奶能够开心、快乐。希望奶奶能够开心快乐，长命百岁。谢谢。